要是大家手上啊握有不止一套房产，想必很多朋友应该会选择当高中生或高中生。他们越能拿，越能拿，毕竟房子是空置的。那要是这个空置的人，建议呢，建议大家还是要不时的到你的这个有关部门去详细啊查看一下比较好。为什么这么建议呢？话说有个男子在面子书就贴文告诉大家这样的经历，他的朋友和他妈妈的屋子出售了一间所谓古董的空置的十栋公寓，那他拿了钥匙之后要卖公寓，他就先到这个公寓去试探一番。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屋主口中却从来没人住过的那个公寓，他现在这个公寓不卖了，开门就卖了。